可有一个麦粒肿，玩的是吧？不是，它本身就有，泼了那一下水给它泼好了。因为麦粒肿是因为你这个腺体不通，它在医院挤了好几回都没挤干净，那个泼完了之后，它觉得眼前糊了一层油，后来就好了，等于那个都冲到了。对。当时是谁泼的麦麦克？谁泼的？是你泼的，是不是？老秦，对。不知道。他眼睛的麦粒肿，到医院检了好多，挤了好多次没挤干净，没有水给他泼，泼干净。对。好，这是我这样了吗？我想到一个经典词，就是被抱住说得。其实我们这个有。他肯定问我这个吃的活的备分多少次都没关系，明白，那个是个干扰项嘛，你看不能说这个字的话整个句子就很难受。好，看到了，活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吃可以啊，是吧？所以我后面一直和杨迪是一对。对。我是尤其黑洞，没事没事，我在那挨喷，我做好准备了。是这样的，嗯，一个队伍是四人，对，不光是我和杨迪，是吧？对，但是你们身边的那两个人对会换，可以唱。对，没关系，迪哥喝水很厉害。我今天对我在这里在后面一直喝水。我知道给你写什么禁止词了，禁止美丽。我这个他转过来美到我，好烦哦。确实如此，真错了啊。妈肯定得有一个吧？妈不要吧？活的吗？这是个动物吗？可以把他们的。露牙，说话一直这么说，可以露齿，露齿行吗？露齿算吗？露齿，露齿啊，就露，不能笑，笑其实都不行吗？露齿，说话不行，不能这样说，那不可能，你除非露，就是你写露四颗，就是稍微大一点，或者不能露八颗，八颗太多，六颗。回头看你上次那种，或者鹅笑，鹅笑，哎，别笑了，别笑了，哈哈，或者抬手，哎，刚刚看老胡有什么特别爱叫，特别爱做点头，不是这不是怎么的，刚聊天咋回叫啊？抬手啊，他不能抬手。看观众，我觉得抬手还是很难的吧。看观众，看队员，看对方，不行，那就是回头。手离开腿，哎，我也这么想的。手离开腿，所以他全程只能这样。你写吧，你离那么近。那他拿麦算吗？他拿麦呢？哦，他得拿麦。对啊，他得拿麦，必须的那种。手离开胸，手离开腰，手离开腰有点过分吧？你这个站上去就一直被腿上。手放腿上，但是他这只手要拿麦啊。不是，对对，就是手，如果手如果放腿上，有只手放腿。我们之前有几个动作，有过，那就不能。然后脚移动也有，不能笑，他挺爱笑的，笑也有，哈哈，对哈。他先观察着他，观察着他，翘眉，点头，爱点头，很爱点头，很爱点头，动头，动头有点过。动头不是说话的时候得动头不行。动头点头呢？点头应该可以。你看他爱点头了。你看他说一句话点个头。你看三二一点，哎，点了，点了，点了，点头。写两个是吧？一个动作写一个。点头。好。禁词有哪些啊？妈是，可以三个是吧？禁词两个。是，其实我觉得我要不能说不能有女生哦，是啊，但是是我觉得很少，因为刚才问的是他的朋友们都是干嘛的，是啊，他在哪里？哦，也是哈，得还是试试呗，啊，就试试吧，试试。这个没用过吧？没用过，反正喷的是我，啊，我无所谓。秦霄贤可能会做的动作和这个是想两个是不是？对，词是想两个。禁止动作不看高圆圆可以吗？因为他一直就没看过圆圆，他那个时候好像也看不到圆圆姐，那时候坐在他后面。禁止动作哦哦，不看高圆圆，但是他很难判断他有没有看向高圆圆，因为往那边看的话，对对对，这样能看。禁止动作看胡歌行不行？哎，看看我呢，看杨迪，我就在那边叫唤。
吸引他的注意力。静止动作，看杨迪。对对对，因为泼我的话，他也会看哈。对，你写看向杨迪了。对，他是个动作。对，也行。坐坐坐，这我第一次知道 popping 还能用嘴跳了。你这 popping 还能用嘴跳？哇塞，你这个 popping 跳的可以的。耶，你去哪儿？我去，我上个厕所去。哎呀，快！太激动了，真的快疯了。嘴都开始跳 popping 了。你说的话，说给麦克风的话，他都听到了。你别笑了，哎呀。你们这哎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哎，马上嘴唇又要开始掉泡饼了。好，下面到老秦来提问了。哎，在呢。你要先说你的魅力吗？啊，我的魅力，我魅力在魅力，我魅力我。之前一直没见过，我也没见过。但你一直听他说哈，可能各种人传递，对，传递喜欢。这个好好看，还没看。这个好好看。嗯，而且感觉就是版型都挺好的。对，全员加速中。啥？练起来了，穿啥都好看，我感觉。但他现在练的那个肚刚刚好，他再大一点就不行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再大一点。我俩就是绿叶儿，这真挺好看的。你俩这个色儿也太闪了。我们俩是纯绿叶组合，今天负责给另外两组衬托。不可能，你很有竞争力。你通过游戏赢了就不就有竞争力了？对，我刚才那把其实确实是不太妙。刚才那把肯定是，但是下一把机会渺茫哈。再往下，我们要全力以赴了。玩游戏可不一定啊。对，那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我们先统一一下着装，导演。一会儿就已经没有这跟这一步完全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四对四，全凭抢了。四对四，只要你游戏赢了，就可以换人。嗯。你好。哎呀，小菊。小菊是什么称呼？哇，你现在跟天皇融为一体，我只能说。无辣油条，无油辣的。这个看起来贵。哎呦，鸡胸肉，来一个。怎么像我们家狗吃的？嗯，好吃吗？嗯。都还了。这是鸡胸肉吗？他说是。你觉得呢？这个好像芥末。嗯，好吃。这是鸡胸肉。他还真选了配料表是鸡胸肉哎。不用花钱吧？出去就知道了。通告费结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怎么少了好些？拿点礼物吧。有什么礼物可以拿？好高级啊，现在。拿个挂件吧。这个也好吃，吃不吃？是什么？奶酪爆米花。嗯，交换吃一会儿。好，现在到胡歌出奇招了，因为他摸准了导演的这个风格。来，请出题。我很善变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好奇的一招啊，假摔。假摔。我相信他们的腿毛都没我长。哦哦哦。这个有点太齐了点吧，这个咱们剧组没有那么多腿部的特写吧。冷静，我先听听导演的喜好。导演
他们问题已经很清奇了，想听一下您的这个回答。如果走走停停好六街需要一个腿毛很长的男演员，你会选谁？我没办法选一个腿毛很长的，因为演员最怕出汗了。你腿毛那么长，你多容易出汗呀。我可以穿短裤。你等于穿了一条毛裤呀。出其不意必自毙呀。有些招也不用出的这么齐，太齐了是吧？那哎，张言齐眉之声。哎哎，我还不一定数，说不定他们俩比我还长呢。张言齐一掀开都看不见腿。来，请出列。你们就是在互相帮对方做嫁衣是吗？老胡老秦。你这条毛裤织的比较厚一点。我输了，我输了，真的，蚊子叮他都得迷路，我不开玩笑，真的。老秦是光腿，干嘛？可这我们真的要比腿毛吗？我们真的这个？我们走走停停这部戏有很多腿部的特写啊，就专门拍腿。哎，感觉。不分伯仲哎，对，我们来听听看导演的选择。这是毛裤织的比较薄，但我的更有艺术感啊，导演，在我的腿很容易陷在里面走走停停。我没有想到最后有一个选择是谁的织的比较薄，谁就获胜了。对，秦霄贤再次过年。无敌，没想到吧？哎，原来曾经的那些奇招都不齐了呀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曾经引以为傲的这些条件现在都变成标配了。那老胡来了，到我们了。哥，妹妹要不要帮我问一个问题？我帮你啊。我吃不准导演。我觉得就让导演，如果现在导演要安排自己做女主角，这部戏呢写的是你梦想中的爱情，你最理想的，你会选他们两个人谁来演你这个精心准备了？不是，我刚才刚说完，如果演情侣的话，可能输的是我。你现在精心准备，妹妹不信。这是一场婚礼的戏，那个人演送你出嫁的爸爸。服了，俩人都符合，一个老胡，一个老秦。央导你怎么看？哦，这个确实两位都需要一些特效妆，就看谁的脸上特效妆稍微不用花那么多啊，更接。这是从剧组节省成本的角度是吧？如果他们二位不愿意的话，我们这边老齐也是可以的。这道题你反而有优势，你提前淘汰了，可惜了。但我觉得他很有优势，他刚那个很像。我觉得金靖出这道题对自己队也并没有好到哪儿去。我们看看导演的选择，选一个演员当演自己的父，送你自己出嫁的父亲。嗯，我现在有女儿啊，我有这份体验，情感更充沛。对啊。我这真情实感啊。你有啥老金？我说未来我也能有女儿啊。未来。但是老秦如果演那场戏，他情感可能更充沛。送你出嫁，就是那种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说不出口。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老秦演一个送圆圆出嫁的这个身份的人，那种舍不得他一定能演出来。那我哭得老惨了，真的。要不试一遍吧。好，我们听听看导演的选择。好，好吧，老胡说的对，他有女儿，他有做父亲的经验，对。谢谢导演。
给你们加一题，加一题，加一题，加一题啊！再加一题，最后一题，加一题。好不容易有一题我们都会，每个人没过的，每个人都有一首歌。我其实就想给言情和汉语一个机会啊，请听，请唱出五首影视剧 OST， 播出年份需从远到近。从《西游记》开始，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不用转圈了，直接抢。影视剧，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从时间渴望。哎，你们真的走走停停哎。那个渴望，你飘着淡，渴望是什么时候？几度风雨，这个是什么？你飘着淡，我牵着马。还有当，这已经往近了算了。1986年，非常好。跳快点吧。还有那个好春光不如梦一场，春光怎么唱？好，1998年可以。好春光不如梦一场，梦里青草香。这是什么来着？这是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。漂亮。对，应该是他之后。嗯。太早了。随便唱来一个。你最近你最近。对，喜羊羊美羊羊。啊，喜羊羊美羊羊，懒羊羊沸羊羊，全都是你看我只是一只羊。好，喜羊羊2005年，你们想想，来你先唱。来，后面。如夜轻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快点算。好，来，2017年，导演队回答正确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我终于赢一回了。虽然脑子里面涌现的全是老歌，那对不起，我年龄在这摆着了，我也是，我想的都是80年代的歌，人家根本没听过。今天可以啊，今天你过生日啊？不是，今天你过年，过年，过年，今天过年。我为啥我必须戴口罩？他说他不想戴口罩，我怕我这嘴角不好压，控制不住。我这嘴角太难压了，现在。你别走，来握一个手。哎呀哎呀！哎，老秦，你不是每次都是坐在我旁边看的吗？然后这是我们第一轮的形式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什么做事儿啊？哎呀哎呀，过去。哎呀，别。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。你往前走啊！不用不用，远远的看。我坐这儿来，老秦，我给你按下肩。不用不用，坐这儿来。不用不用。哎，我们起来，把这个凳子搬走。嗯，你这个花的花语是什么呀？没有花语。喜爱，花语是喜爱，尊敬。这套衣服挑了多久？今天？好像哎，没事没事。没事是什么事？安静坐会儿没事。你别了。哎干嘛？圆圆姐在哪里？哎，我给你拍张照片吧，你们俩正好一起。谢谢。一二三。这是你笑过最灿烂的曲。你的脸怎么还红着？心静太欠儿，你怎么这么欠儿？有人问过你怎么为什么这么欠儿吗？啊，好。我录了这么久星期六了。哇，你气泡音都出来了，你何必用气泡音呢？不是，我从来没这么紧张过。如果说我们三个当中，张延琪老20岁，老胡胖60斤，和现在的我，你那么没自信吗？你如果这个输了太，这两位演员你会选择谁？我觉得我可能选一号，因为一号很会出奇招，因为一号很会出奇招。过年了，过完年了，辞旧迎新。
过年。啊，我要稳重一点。你问我啷啷个画，没有这个画字。哦，那个画，哦，看错字了。你问我那个画啷个恁个那个呀？我也说不清楚啷个要恁个那个。你只需要晓得那个就得行了。你只要晓得恁个就得行了。不是恁个，是那个，写的是那个。啷个恁个那个？就啷个恁个那个啊？我也晓不得啷个恁个那个。是我也搞不清楚。我也搞不清楚啷个恁个那个。反正你就恁个就行了。反正你只要晓得恁个就得行。哎，这是重庆唯一的绕口令吗？我啷个晓得啷个啊？不管啷个恁个嘛，你反正就我刚才搜重庆话绕口令，它出来的都是你好你好少睡洗澡，你好你好少睡洗澡，我晓得。就走了哦，要离开啊，他就是缩圈，对，哦，就是比的就是群主在答完三题之后还有多少年轻人跟你是同频的，还是跟你留下来的。他在走，咱俩离职啊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对，太危险了，不好意思啊各位。这样我们还可以尽全力奔跑。好，首先要请我们西里是个黑皮肤，升到了这儿是一个瓷娃娃，他都没见过我们这个样子，是吧？哎，我的哑铃呢？哑铃呢？哎，哑铃！干什么？张延期，你不能干重活，毁了我的开场秀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能干重活，生气别生气，对胎儿不好。来，请大家准备，淡定淡定。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，也是你们想的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他们想的。我们想的，我想的喜羊羊美羊羊。我们每一个都想了，只是没想到你们一口气答完。你们连机会都没给我们，我们能答对的题都抢不到，能抢到的题都答不对。在那排了贼好，还想到了《仙剑奇侠传三》，胡歌老师唱的《忘记时间》，结果一听到回答正确，我们四个人。你要换回来吗？惩罚，惩罚要换。我没有，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我以为你会很仗义的说不用换。可是我真的贡献了很多，但是没有得到我相应的回报，你懂吗？谁去这个？谁去这个？不是我。为啥不是你？没跟我说。那就是你。你说。就让你还来。你昨天没被泼到吧？啊？没被泼到吧？昨天。我一直被泼到。其实也还好哈。前面那几下都 OK， 就是你泼地上那一下有点疼。泼地上。在这个游戏跌倒过，我很想在这个游戏爬起来。行不行了？高瀚宇，高瀚宇，你刚刚滑倒的水也是小爹泼的。不是滑倒了吗？你地上那个太猛了，你泼太远了。这咱们谁玩啊？你俩上呗，他那么猛，能不能行？你们俩上，今天把老胡战胜掉。好的，我们俩齐心协协力。现在是我们四个人是一波的呀。对啊，我们是。其实我的胜负心没那么强，啊、没看出来啊，哥。啊，真的吗？不行，要强，我很猛。第一轮而已，你看他写的第一轮。指挥是什么意思、啊？指挥就是这个。哥加油！从哪跌倒从哪儿，爬不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你有可能胜过我，我这个也不太行。我好怕泼到晶晶啊！我想能晶晶，他要泼你一个孕妇。谁啊？张延琪。对。能泼吗？哎呀哎呀，孕吐了。他那边是温水。